们现在在台北的乌来，乌来老街。我是高雄的小叮当，我是哈比宝，哈比宝。来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今天的美食哦。来看一下都是什么，西蟹啊，跟石鱼，还有三层的炒米粉。小心不要滑掉就没有了哦，差一点哦，很激动哦。我们今天在乌来，等一下要去玩很多地方哦，好吃的东西给你看，耶、yeah ！拜拜。